Twice 在近日推出了全新的英文单曲 Moonlight Sunrise， 歌曲一公开便在海外获得超好的成绩，让粉丝们更加期待在三月份的正式回归。此前疯传许久的 TWICE 小分队 MISAMO 在近日也公开了为日剧《通往内心的桥》儿童心理诊所所演唱的 OST Bouquet， 日本烂成员展现出的甜美音色更是直接让人陷入恋爱呢。从歌曲就能听出女孩们甜美的嗓音，超适合抒情曲风，相信粉丝们肯定很期待能看到日本小分队的舞台吧。